者壮士携台北报道，长荣航空耕耘北美市场逾25年，为拓展北美商务市场，长荣航空在北美的区推出全新形象广告，并借此6月起于北美的区播放，也希望透过在地思维以更精准的行销手法再拓展长荣航空知名度。长荣航空在北美推出的全新形象广告以 WHENALLYOURNEDSAREMET Your mind is clear for takeoff 为主轴，广告影片由 MULLENLOWE 广告公司进行创意发想及宣传规划。此次全新形象广告邀请北美三位新锐艺术家，包括插画家 Lumania、 造景设计师 LILYKWONG 及新兴媒体艺术家 ZACHLIEBERMAN 现身影片中，在长荣航空的航程中享受舒适服务，抓住灵光一闪的创意，在餐巾纸上构思草图，并在台北街头挥洒灵感。此次广告的导演由入围艾美奖金熊或坎城国际创意节多项奖项的导演 FLOYDRUSS 指导，透过导演独特的镜头语言，除了展现三位新锐艺术家的舒适旅程，还刻画泰安的人文风情及城市特色。长荣的北美全新形象广告影片6月起于北美的区播放，民众可在专属活动网站 www.creativityisintheair.com 一窥三位艺术家来台拍摄的画面跟独家访谈。活动网站由哈利波特官方网页的设计团队 ACTIVETHEORY 设计，结合科技互动及创意设计，呈现每位艺术家在艺术上的坚持与独特品味。长荣全新北美形象广告透过导演 FLOYDRUSS 独特的镜头语言，展现三位艺术家的舒适旅程之外，也呈现出台湾特有的人文风情及城市特色。长荣航空提供插画家 LLEWMEJIA 将他对台湾文化的观察融合浓缩在精美的画作当中，可在画作中发现台湾特有的小笼包、刨冰、天灯等元素。长荣航空提供新兴媒体艺术家 ZACHLIEBERMAN 与台北街头滑板玩家互动，将连续滑板技巧化为一张真轨迹照片，以创意连接了时间及空间，也打破了语言及文化的隔阂。长荣航空提供